陈一鸣小朋友六个月开会仪式正式开始。四个小葱，聪聪明明；四个小蒜，能说会算；四个鸡蛋，腰缠万贯；四个鸡腿，顺风顺水；四个鸡翅，胸怀大志；四个蛋挞，遵纪守法；吃个薯条，变成富豪；喝口可乐，天天快乐；喝口小酒，长长久久；再喝口小酒，应有尽有；吃个鸡米花，天天笑哈哈；吃个鸡肉卷，考试没风险；吃个红豆派，永远不缺钙；吃个原味鸡，活到97；吃个大汉堡，生活没烦恼；吃口大蛋糕，生活步步高。陈一鸣小朋友开会仪式圆满结束，鼓掌。